次下小雨了。马上就到前面那个超市了，我去超市里面买一点物资，米呀、菜呀都没了，还有100米就到前面那个超市了。看有没有米啊，没有米的话就也不用买，因为马上前面县城了，只有20公里了。买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现在太阳出来了，一点点热。西瓜，感觉今天不是很热，不想吃西瓜。没有桃子吗？有桃子，买两个桃子吧。去吧，江河口大桥。我现在离我的这个拿快递的地方盐津县只有10几公里了，朋友们。今天早上吃了一个面条，感觉不行，再去买两个桃子，在路上吃吧。其实买不买也不要紧了，因为马上就到了嘛，马上就到目的地了。这个桃子大，这两个大，这两个大。对，买了3根香蕉，2个桃子。咱们继续赶路，预计还有2个小时能到达目的地。滔滔江水啊，老桥已经断掉了，上面是新桥，上面是火车道，
这里以前有一座桥的，这里也有一座，看到吗？这边连这个，这边都已经没了。前面是豆沙关镇，这个小镇风景没得说啊，小桥流水，人家。豆沙关镇，我要改道了，朋友们，往右边走了，因为我要去这个盐津县拿快递，如果不拿快递的话，我就往左边走的。刚才经过了一个隧道，哇，看，波涛汹涌啊！有没有像钱塘江大潮？哇塞！现在我离这个盐津县还有10公里不到了，很快就到达目的地了，太壮观了。咱们继续往前走，这个山上居然还住了人家，他们是怎么下山的？难道那边有条路？彩云驿，原来上面有个驿站，世外桃源。也不知道是哪位高人隐居在上面，看那个房子修建的特别的精美，他居然隐居在这里，感觉很不错。那边应该是他的别墅，左边是别墅，右边是他的那个观赏园，太好了，住在这个依山傍水的地方。他在这里修了一套栈道，从他的那个驿站可以走到这个地方来，果然是一个世外桃源啊！啊，这个其实像这个建筑修在那里也是不容易啊。那下面打了这个柱子的，不然的话根本就固定不了。估计是一位喜欢隐居的高人，看到吗？这是他的观景阁、观景台，那边是他的住宿区。面临到盐津，现在下午2点了，太阳出来了啊，感觉热起来了。我在这里看了半天，他这个世外桃源隐居地，感觉修建的非常的不错。7里半苗寨，现在离这个盐津县还有不到5公里了。苗寨，下午2点半到达了这个盐津县，
这好像是一个镇啊，这么小，这是县城啊，离我这个快递点只有几公里了，但是快递还没到。咱们找一下露营地，看找不到的话就上去吃点东西吧。早上吃了个面条，也没吃饱。这个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，还蛮好看的啊。都是沿江之居，江景房啊，也算是。Thank you.